Yeah.
方便丢掉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去拿湿毛巾，可能会延误你逃生的时间，知道吗？你去拿湿毛巾，可能会延误你逃生时间，而且湿毛巾也没办法完全的阻隔浓烟，知道吗？那我们要逃生的时候，记得第一个，他请第一次是逃生，是趴的越低越好，趴的越低越好。第二个，握着墙壁，沿着墙壁走，你这样才不会迷失在这个空间里面。你如果没有摸墙壁，你可能会走一走，不知道你走去哪里了。因为真正的火场，伸手不见五指的，你记得要摸着墙壁。第三个，要关门，你把门关起来，烟才不会进到这个房间里面，这个房间才是比较安全的，知道吗？记得关门，你离开一个房间就要关门。那你记得，上一次你不是要逃生吗？你要就是打开门的时候，你记得摸下瞬间门，这个门把的温度。如果是有些浴室的门是塑胶门，遇到热就融化掉了，然后烟就往里面灌，知道吗？记得不要躲浴室哦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六个进来，好不好？还记得我刚说的吗？第一次是摸墙壁关门，第一次是摸墙壁关门，摸门吧，摸门吧，然后不要走浴室，知道吗？不要走浴室。然后最后一个穿紫色衣服的，然后慢慢关门，另外一边有一个门，记得关哦，好不好？来进来，往左边走哦，往左边走。第一次是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来蹲低一点，不要爬了，来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来蹲低一点哦，蹲低一点。蹲得越低越好。来，下一个紫色衣服的，里面记得关门。里面要关门。躺在里面，香香。里面要关门。来，香香。来，知道吗？六个。回答对了。